辉达 GTC 大会暌违三年实体登场，而这次举办的地点呢，就位在美国的圣荷西。可以看到呢，周边的旗帜啊，或是地铁轻轨站，都已经贴出满满的宣传。而会场门口呢，直接秀出 GTC24， 告诉你呢，就是这里的举办地点。而在这个现场呢，还有秀出这个所谓新创公司打造的搭载 NVIDIA 晶片的机器狗，可以像一般的狗一样呢，做出各种动作，不管是招手、握手啊，或是起跳、蹲下这些，它都能办到。而今年的这个 GTC 大会呢，预期呢，同样是由黄仁勋来亲自主持，会带来呢最新的生成式 AI 的最新技术的突破，以及 B100 的 AI 晶片。而在台厂的部分呢，相关供应链也都会出席，像是鸿海、广达、伟创、台达电等等。而鸿海的董事长刘扬伟呢，也已经证实在法说会上证实呢，他将会亲自出席。我们也会在现场带来最新的消息。